好，咁呢个咧就系、是、其实咧呢、这个代表四嘅意思啦。咁呢个系四足无人机嘅意思嚟嘅，系有八足嘅，冇两足嘅，两一足有嘅，一足叫直升机咯。咁四足无人机咧，我见到系好似 IB Pass Paper 系有出现过嘅。咁 DSE 搞 STEM 啊嘛，咪出下咯，应该。咁就话佢就推空气咧，就系向下。跟住无人机就可以咧，就系空中咧就停留一个 fix 嘅 position。咁呢种问题咧，考英文嘅同学咧系有着数嘅，因为英文咧佢写 loss， 中文咧就系正话牛顿运动定律，就系完全系唔会有 s 噶嘛，中文系咪？咁即系代表我哋知道，其实咧就系佢系会有佢要多嗰条嘅。咁其实通常咧就一加三。或者二加三，DSE 出现过啦，就系嗰条嗰条系咩咧？系水上喷水机嗰、那个，我唔记得嗰个中文叫咩啦。咁咧一加三咧就会简单啲嘅。咁首先用三先嘅，咁咧就三咧其实解释就点解有一个向上嘅力。咁首先咧就话啦吓，呢个 propellers 啊。咁呢个就 push 个 air downwards 啦，系咪？咁样写简单啲喎，系咪？即系我冇写 exert 一个 force on air on exert 个 downward force on air， 因为 push 即系代表俾力啦，系咪？咁你 by Newton's third law 啦，咁你就 air 咧就会 exert 一个 upward force。可以寫埋 equal 嘅，不過 E 唔 equal 冇乜數，個唔係呢度嘅重點嚟嘅。咁再用翻 first law 解釋點個靜止啦。咁你 first law 就話冇 net force 有靜止噶嘛，係咪可以靜止啦？咁你要首先所以話咧就係呢一個 force 咧就 balance 咗個 weight。咁英文上咧我就用 relative cause 咧就可以將佢寫。個句子即係簡單啲啦，咁佢就 balances 個 weight of 嗱唔係個 propellers 啊 ，propellers 係一個扇葉嚟嘅咋，你係寫個四足無人機啊，咁你就然之後再拜翻 first law 啦嚇，net force 係零，咁所以咧。呢嚿東東咧就可以咧就 remain at rest 啦，完後邊 mass 就 1.38 area 呢、這個 density of air 呢、這個 speed of air 呢、這個計分一秒去空氣嘅 volume。嗱咁呢種問題咧，其實咧係喺E3咧，如果讀 E3的話啦，咁其實咧係一個。風能嗰度咧係有相類似嘅 concept 嘅，咁你就係個 volume 咧，其實我哋就係將嗰個base area 乘翻嗰個 height 係咪？咁呢個 height 點樣計咧？你空氣嘅速度係 v， 咁你要空氣經過時間 t 去行嘅距離就 v 乘 t 咯，咁你個 volume 就 a 乘 v 再乘 t 咯，咁所以個 volume 咧，咁你就會係唔係喎，可以叫你計 mass， 唔係計 volume。好，咁你就 density 啦嚇，咁你再乘翻個 volume， 咁你 volume 就係 a 啦 ，area 直接寫個數字啦，佢都冇俾個 symbol 嚟，咁我哋就唔用個 symbol 去表示啦。咁再乘 v 再乘 t， 咁就自己篤機啊。后边计翻个 speed 可以令到佢 hover 嗱，咁呢种问题咧，其实你谂下前面你解释佢点解去 hover 用翻 force 噶嘛，咁我哋都可以用翻 force 去 solve 呢个咯。咁你前面都有讲过系佢 air 俾佢嘅力可以同佢个 weight 系 balance 到啦，咁呢个 weight 就零一点三八乘翻9.81，就等于 air 俾佢嘅力啦吓。咁 air 俾佢嘅力咧，咁你就系、是。
用翻就用翻理论上用翻呢条嘅 del p t del t。咁呢、這个你每一秒咧，佢都会有个 mass 嘅 change 嘅。唔详细解释调式点解咁样用啦。咁你就仲代翻调式。咁你呢嚿嘢其实上面嗰个 answer 嚟噶。你可能会问咧，就点解佢调式呢条式冇除 t 咧？但系其实个 t 系代咗一啫嘛。其实你系除咗一过去嗰边噶。你當除翻一嗰度，咁呢個就係將個 mass 除 t 啦。咁所以呢度就0.3408 v 二次等於呢嚿東東，唔想寫添。好，咁你就篤機啦，篤機啦嚇。咁計出嚟個 v 咧就6.30 meter per second 完。下一題，咁呢個就係行緊個 circular motion。咁你計翻 angle 啊 ，whatever， 888 energy 同埋 label 個 forces， 咁有 weight 啦嚇，咁你一定中間畫起噶嚇，個無人機嘅接近中心位置，間尺畫啦。嗱，咁佢個 force， 咁係空氣俾佢 force 咧，咁就斜斜地向上嘅應該。嗱，你做嗰陣咧，你留意咧就係你呢個 force 咩名咧？DSC 好少用呢个字，我只系咁。其实理论上应该叫佢 upfast 嘅。如果你唔知佢呢个咩名咧，你咪可以写翻详细嘅名咯。即系例如，你可以写翻个 force on 呢个 propellers by air 咯。完嗱，咁你 energy 咗 label 埋啦。咁你下边第二 part 就系计，就系计翻个 centrifugal force。咁你就 F 等于 m v 二次除 r。咁就個 mass 係1.38，speed 係15都幾快喎。通常玩開無人機其實應該通常唔會用咁高嘅速度去，尤其是轉彎，因為15你諗下，其實你一秒係升高咗係15米噶啦。新的法例呢，無人機的法例呢，好像高度不可以超過100米，那你15 meter per second 的話，你基本上是不是6.6秒就已經去到 limit 了。下一個 carry 的 angle， 這個用回你的 free body diagram 啦，那你就你可以隔離再寫一下 symbol 啦，你喜歡。你未你要你的 free body diagram 你不可以只是有個 symbol， 咁你係要有埋嗰個名俾佢嘅，如果唔係咧就扣你分噶啦。咁你插力啦，咁你再將個 end 就插翻向上同埋水平，咁你條條都咁做啦，應該係咪？咁你就係你有angle side theta 等於 mg 啦，咁然之後 end side theta 就嗰個向心力 centrifugal force 啦，咁就上面計出嚟6.21，咁費事再計啦，咪就再寫啦。咁你就將二式除一式。我咁直接篤機啦嚇，咁你唔再寫多次，就直接篤機啦。咁計出嚟咧就 angle 就24.6度，完下邊下一題。